戲入邊我係演一個六十幾歲嘅阿伯，但係呢個阿伯咧就仲要湊大一個五歲嘅女孩，一個相當貧窮嘅人。呢位家長啊，點解你唔選擇離開咧？有冇為孫女諗過啊？呢個係我爸爸嚟噶。奇怪就係呢個只係五歲嘅細路女咧，係亦都好愛錫佢。佢阿爸緊唔緊張啊？緊張啊！阿妹試下慢慢打落。Yes sir。幾好嘅設計咧？你睇下我幾辛苦。我叫佢帳篷再拉過少少嗰邊。唔係左邊。小雪係好感性嘅女仔。換衫都幾甜噶，真係啊！真係啊！阿媽就唔喺度，阿媽喺大陸等緊申請緊嚟香，就係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两个大家互相照应。这个辛苦的。好像是茶。爸爸在学校做一个新的铁闸。真的可以爸爸你好叻啊。哇这个飞机一路飞在他月亮那里。他冲了呀。为什么这个飞机飞得这么斜的？是不是你揸的？因为你想做飞机师。